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蔡卓成。我要介绍的这幅画是在画北海道的富良野农场，里面有三大块花田。第一块田是玫瑰花花田，第二块田是薰衣草田。靠近一闻，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。农家们还做出香甜的薰衣草冰淇淋呢。这里是富良野唯一的薰衣草田呢。第三块田是综合花田，花的种类丰富，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，但却让富良野变得五彩缤纷。富良野的花海美不胜收，真是令我回味无穷。